第22题，我们可以将人类尿液用尿素分子取代，一样可以提炼出磷。这句话当然是错的。根据道尔顿原子说，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，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。我们看到我们的尿素分子里面并没有磷，所以它就不可能提炼出磷。所以关于第22题的这个叙述，一样可以提炼出磷。我们的选项是 C，错误。尿素分子中不含磷元素，不可能分解出磷。